成咗自己嘅個人演唱會啦。而家心情係點？我見你都忍唔住喊。哦，依家心情係啱啱喺一落台即刻攬住花姐係咁狂喊，我同花姐講話，花姐我終於可以大聲啲喊啦，即係忍得好辛苦。係我因為忍得真係忍得好辛苦，因為我覺得即係大家真金白銀咁樣買飛入嚟睇，冇理由睇我喊噶嘛，所以我點都要忍埋，即係我都有少少忍唔住嘅，但係我都希望自己忍到可以唱曬成首歌先喊，咁所以係。忍得好辛苦嘅，我見你全程都眼濕濕。係啊係啊，我都係。動嘅淚水。係啊，同埋好開心嘅淚水咯，因為其實我冇諗過自己咁快可以有一個咁好嘅 show 啦，同埋咁多人睇嘅 show 啦。咁去到由籌備到今日，我都一路都好期待今日嘅發生，同埋好期待見到咁多位觀眾啦。咁所以當我收到佢哋嘅能量嘅時候，其實係好開心嘅。同埋佢哋今日都唱曬歌。係啊，我係冇 expect 咁快唱生日歌俾我，但係我好開心，即係呢一個真係我今年最好嘅生日禮物咯。媽咪有咩 comment 俾你？冇啊，頭先媽咪好快脆地走咗啦，我諗佢今晚先俾 comment 我啦，今晚再問佢啦。或者佢之前有冇啲特別嘅幫你打氣準備？冇我頭先開 show 之前咧，佢都特登去咗樓，唔知係咪樓下，即係嗰啲fans 有好多報警板嗰啲，整咗嗰啲應援嗰啲咧，佢去咗打卡噶啦，已經打曬卡噶啦，係啊。自己最中意邊一卡？哇！我啪啪都好中意喎。我自己其實啪啪我都好，即係我覺得係。度咗好多唔同嘅嘢入去，我都希望真係俾到一個好唔同嘅唔同面貌，即係好似 The Prism 咁樣一個唔同面貌嘅 Jeremy 俾到大家睇啦。所以其實你要我真係要揀嘅話，其實我自己都幾中意九個 part 嘅，即係邊緣人格九啊嗰 part 有醒嗰個咧，嗰個係真係大家練咗好長嘅時間，即係因為真係需要十幾個人一起去做呢件事，所以係。當真係順順利利咁樣完成嘅時候，自己覺得係好開心嘅。咁你俾自己幾多分咧？今次呢個主題？哇，八九十分都有啦，係啊，好滿意啊，我好滿意自己。其實因為跳唱嗰度都好多隻啦，即係都係啦，應付好快。係啊，我想講我琴日排練嘅時候啦，我都係俾全力去做啦。跟住咧，我係勁攰啦，我係好擔心。哎呀，死啦！我今日點算呢？跟住，但係去到今日嘅時候，反而係好輕鬆喎。自己係覺得哇，可能係觀眾俾咗好多力量我啦，所以其實係好順利地去完成曬啦。但係真係我覺得啊，原來真係過得咁快啦，即係好似係啊，好唔捨得啊！即係突然之間就冇咗，唉，就完咗啦呢件事。咁我又覺得今次呢個 run down 我自己好滿意啦，所以都。希望下如果下次再有機會嘅話，度一個更加好嘅 run down 想開多幾場啊，因為得一場。我自己真心問下，我覺得呢個 run down 開一場夠啦，因為太長。其實我完全冇考慮過自己嘅體力啦，或者係把聲得唔得啦，所以佢揀咗好多呢啲比較難唱嘅歌啦。咁所以咧，去到真係 full run 嘅時候，我就真係弊，真係賴嘢啦。咁但係我都頂埋佢咯。所以如果開多第二場歌，我應該都把聲冇咁好咯，應該會。Serene 手背係喺 run down 裏邊定係即係傾？大家認真睇，我冇親吻到，我係隔空扮親吻啫。呢個係啱啱喺個舞台度自己加嘅，係我係我對唔住，係啊，對唔住。王子係冇錫過公主隻手嘅，係冇錫過嘅。係啦，小彩蛋係咪就係嗰啲紙碎？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咧嗰啲紙碎咧係真係一開始度 run down 嘅時候，我就已經問監製細蘇，我話我可唔可以有一啲四葉草嘅嘢？跟住因為我會唱小幸運呢首歌啦，所以我想喺上面寫一啲文字去多謝 fans， 咁所以就特登做咗呢一樣嘢咯。幾套衫咧？你自己最中意邊一套？哇！最中意啊！我諗應該最中意女團嗰一套啦，唔係，因為咧，其實講真啦，本身我係認真冇諗住係要露嘅，但係咧就係花姐就突然之間有提議就話，你不如試下除咗本身我入邊著件恤衫嘅，你不如除咗佢，
即係半就咁樣著件背心，再加埋嗰件皮褸咁樣啦。但反而效果係仲好喎，咁所以就即刻接納咗呢一個意見。所以我自己都即有做下 gym 啦，起碼都唔會有太多嘅肥肉俾到大家睇到。咁所以就喺呢個情況下咧，我自己覺得嗰套衫我都好中意。但係你換衫嗰 part 係得剪型嘅喎，點解咁？哦，唔好咁咩啦，有啲嘢有啲遐想先好睇噶嘛，呢啲嘢。On show 呢啲小性感會俾你可能有啲緊張咁樣，啲怕醜。我 on show 嘅時候就冇咁怕醜嘅，但係如果你叫我依家就難啲咯。咁講翻 Sabrina 啦，因為都係咁今次揾佢嚟做嘅，點解係 Sabrina？ 因為我真係講咗好耐，幾年前嘅時候我已經。之前做訪問雜誌訪問的時候有問過想跟誰合作，我一直都是講 Serenie 的，因為真的我聽過她的歌，然後又認識了她這個人，然後發現她真的很獨特，就是我覺得我們之間如果有火花的話會很好看，因為我們都做一些很獨特的音樂或者是一些很獨特的形象，所以如果我們 crossover 的話應該會很好看咯。所以被她抽出，我今天抽她先。You win。 我 win 了 yes。 我都好希望同佢合作噶，所以我今晚之後我就即刻問佢攞只歌先。但唱嗰首拜歌嗰時咧，咪有Mila啲兄弟喺後面一齊跳舞嘅，都係構思咗好耐。呢個又係大功臣花姐嘅功勞啦，即花姐有提議嘅，因為其實講真呢首歌係其實佢喺我面對一啲負評嘅時候幫助咗我好多嘅。咁其實 Taylor Swift 去做呢首歌嘅時候，其實都係想話俾大家知，如果大家遇到一啲惡意嘅評論或者係一啲惡意嘅負能量都好啦，大家只要 shake it off 就得噶啦。咁所以呢首歌我係好想喺今次呢一個演唱會度唱啦，同埋都好希望即係加埋兄弟一齊參與咧，其實係好 sweet， 同埋我都好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將所有嘅負能量、所有嘅觀眾啦都可以一齊散去咯。有冇話想多謝邊個啊？有冇話今次城市有冇話想多謝邊個啊？哇！我要多謝好多人，第一個要多謝花姐啦，我啱啱喺台上面多謝咗。跟住其實都要多謝公司啦，多謝 Mira 十一位兄弟啦，同埋多謝 Era 四哥啦。跟住仲要係即係有太多人多謝，同埋要好多謝靠叔叔咯，因為真係靠叔叔係。真的很大很大的功臣去幫助去做這件事，因為其實你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Pretty Crazy， 其實我有特登去修改了一下，有些重新編排啦，那我都是掉一個 reference 給Carl叔叔，說我想做這樣的音樂，那在這個 rundown 裡面有很多歌我都特登是有可能有一點 rearrange 了的，所以是很多謝他去幫我做這些事情。他一夜的 rearrange 是不是都是你提供的空間？這個是靠叔叔提議的，那他就說不如試試做好像慢歌那樣唱，我一開始都 get 不到的，那後來他做了這個編曲的時候，我就立刻 feel 到啊，原來這首歌變成慢歌之後是一些這樣的 message， 大家如果真的又聽慢歌的版本，原來是真的放低，原來你把身體放低，真的會令人覺得啊，我真的要放低一些東西了，那所以很希望大家聽完這個演唱會之後，真的可以放下一些不好的、不開心的東西，然後開開心心地走出這個場館就好了。你的親筆信寫了以前中學的時候參加過音樂劇，接下來會不會都想再做音樂劇？都想的，因為其實呢那時候參加音樂劇真的排練很久，真的半年，但是只有三場這樣的，但是真的很快就完了，其實我都很懷念 那段時間。同埋，如果有機會嘅話，我都一定會參加嘅。寫嗰封信嘅時候，你自己有冇都好感動啊，或者眼濕濕係啦？我諗咗好耐啊，真係諗咗好耐去寫嗰封信，因為其實嗰封信真係我又未去到眼濕濕嘅，但係我係好多感觸咯，即係我覺得去到今日，即係出道五年，有一個咁樣嘅 show 可以俾到自己，其實係真係好大好大嘅一個鼓勵嚟嘅咯。咁好希望之後可以再做好啲咯。下一步有冇咩目標啊？演唱會開咗啦。下一步有咩目標？希望同 Mira 一齊衝出國際，入迪士尼都好喎、啊，你可以輕鬆一下。你哋五週年喺嗰度開 party 噶嘛？啲 fans。
哦，呢、這個我其實我暫時未知詳情嘅，所以其實如果真係可以同 fans 一齊入迪士尼，都係幾開心嘅一件事嚟嘅。仲有一個就係大家都會擔心你個餐廳結業嗰樣嘢咯，係啊，有冇嚇怕咗唔再做生意？哦。咁只可以話買個教訓咯，即係我阿媽都同我講，誒唔緊要啦，你下次再做好啲咪得咯，即係做多啲功課咁樣。跟住其實即係依家所有嘢都係交俾律師去處理啦，咁我都即係盡量去了解依家嘅情況，同埋都好希望可以快啲解決到件事啦。咁係咯，就係咁。都係喺你籌備餐，即係籌演唱會嘅時候，可能又係依啲消息發生，都有冇影響？其實我嗰時都盡量令到自己 focus 喺個演唱會度，咁我覺得演唱會，係一對於我人生嚟講係一件好重大嘅事情，所以我寧願將好多心力都擺喺演唱會度咯，係咯。大家心痛你選咗手咯？選咗手？蝕錢。哦，蝕錢係叫選手，哦。傷心啊！都冇辦法啦，做生意一定有事有賺嘅啦，咁所以係下次再努力啲咯。唔該曬，多謝 ，thank you， 多謝大家。中間。请大家 subscribe、comment 同埋 live view 1HK 嘅 YouTube 频道，再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咧。